安，大家早安。哦，这实在是太冷了。哦，我觉得，因为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有偷跑一下进度，不是进度啦，就是，我的队伍有变嘛，对不对？是，我变成超音符了啊？那颗蛋嘞？那颗蛋现在长这样，你看哦，蛋生出来22级，表示什么？我练了一些等级，对。你也是耐久吗？应该不可能啦，应该啦，因为有时候觉得7点。就是8点前的轻松高效，就是的，大家会稍微聊一下之类的。那顶多就是不要开声音这样子。哦，泡芙早安。然后就是本来有抓一只20级灯的可达鸭嘛，但是有在地里遇到29等可达鸭，然后就是把它放生掉，就还没抓，嗯，然后有。就把鬼师进化成鬼师通，然后管力进化成好力，然后抓到梦妖，抓到大舌头。早上啦，早上就是醒来想说要开台，然后先打开来就是先乱玩，然后在刚刚开台前才发现我早上没有存档，我早上我看到开台前还记得存档。好的，那我们今天要真的要拖进度了啦！是拖进度之前，我要先吃早餐。治国为什么要开始拖进度呢？因为我想要飞天。哎、欸，不然一大堆好玩的东西，你就只能在地上走，然后就又跟昨天那个妈的。一格草遇两次那种感觉很不爽耶，所以今天应该要先拖进度啦。啊，这什么果？这边怎么看排序，种类排序是什么？你的最爱？我没最爱他。刚刚是什么？不是柿子啊。有谁看到刚刚看是什么？哦，维尼，现在维尼在带我偷吃光遇的啦。有人看到刚刚我拿了什么啊？我知道了，无花果吧？因为刚刚那个样子。好，那个我们先来吃饭。吃饭的话。我最近有看你画的那个啊，你的 V 皮一些东西，哇，你进步超多了哎！连线游玩，那个之后我们改成87877，因为杰克他都在87877玩，而且比较好玩。好，我们以后来8787玩吧。我昨天就是也不是说半夜啊，就早上。早上我在8787里面有遇到一个的，我不知道是谁，感觉不是杰克啦，因为难叫。
你看，我觉得以后要连线玩呐、啊，因为踩到的那个地鼠好像还是会累积在这个里面。你们要来吗？因为我要吃早餐。其实看到维尼他画画进步，那时候还蛮开心的。哭了，今天没带卡片。哦，阿巴尼哦，你玩你开始玩了吗？还是其实你已经会飞了？对对对对对，来问一下问一下，那个我要怎么布置小屋啊？要怎么布置啊？刘易安，我该怎么开始布置小屋？好，我就在这边不动了，吃早餐。来，我们第三次吃饭的文字屏跑出来啦。啊，以后就是要来，我们就来八七八七玩嘛。好，我要吃米粉。我要回去摆在室找那个爷爷，他会给你电钻。哇干！我要啊！我早上才从那边回来、欸。感谢新会员，他。Y I N 怎么念？E 吗？感谢新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大群可以私讯粉专哦。靠谱啊！好，老弟，拜拜。还是你要确定你的包包有没有电钻钱？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然后、欸、他是在墙上随便钻，随便就是你的那个吗？据点吗？他可以改吗？带贵重道具吗？对不对？这边没有。好，继续吃。谢谢维尼。哦，我的保暖灯突然按了一下，又亮了一下。
好，米粉应该吃很快啦，所以我吃快一点。午餐时间回来才看到直播，我才刚开十分钟而已啦，不要难过啦。然后，哇，地叔，昨天是百代，是那个乔一中心隔壁的阿伯。以后矿道我们来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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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踩。请问这游戏是麦块吗？对啊，你看到我们在挖矿吗？乌鸦头不好吗？会挖到一大堆小火那个猛火猴哈。你能不能问我一个问题？你已经问了，请说。没有看荧幕听声音，还以为是看这画面。没看荧幕听声音，以为我刚才是看错画面啊。然后早上我把所有的那个甜甜蜜的树都挖过一轮了，然后我遇到了这只，啦，但是这只我想等到母的再练啊。这只奥夫有没有母的啊？还是这只只有？这只只有摇树才有吗？因为这只是公的。有啊，是什么意思？都摇树才有，对不对？请问我和巧克力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有6年了吧？
其实那时候会认我讲过啦，认识他们，我觉得我很算很幸运，因为其实那时候，那时候因为我不是麦块圈的什么大大，我真的只是个观众。那只是有一次机缘，我是画图送给彩达，感谢卡，我真的这样讲的，感谢100块，怎么念 ？K A Y I N 怎么念？哦，矿洞也有哦，好，哦，我还没遇到草的矿洞呢，好好好，那我不去，我不去要求了。因为如果要炒的对炒细的话，我就是要把自己给换掉。感谢 K A Y I N G 的超级流，不卡音，应该不是吧？我知道 Y I 是乙啊 ，I N G 我就不会念了啊。卡，你是不是很贴心的一直洗到我旁边有那个啊？有话死，你也太棒了吧！你是谁？你太可爱了吧！行哦，这念怎么？他赢，好像台语哦。金或银是不是？那请问 K A 咧？还是念加音？也不对啊。念音 ，ing 念嗯，哦，所以这是念加音啊，好，想练一只尼多朗，等抓到母的再练，好，我也是这么想的。祖母的尼多朗有搞头哎、欸，不对，给他穿女装啊，不是啦，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呢，我的幸福蛋的个性跑掉了啦，不是幸福蛋啊，小福蛋，我的小福蛋现在是捡特防，我的天，这只就补图鉴而已了吧？欸，很扯，很可怜欸啊！这个小福蛋就是那个一个胖胖的人给我的。哦，干，你是豆腐哦！还是另外一个豆腐？你看，尴尬啦！点特防，我从哪下矿的？第三道馆，那个华丽大赛那边，还是泡芙？你有不要的小福蛋，我会跟你换。我想要，有没有加特防、点防御的之类的？先冲进度还是挖矿人生？冲进度，不然就是想办法抓一只跟吉利蛋生小孩，看他什么蛋种、蛋群去哪去生。
我能买到薄荷、哦。你是加特房？没有加特什么？特工还特房？感谢新会员，怎么样？如果有那个可爱的小熊猫，如果你有兴趣加入第七代群，可以私讯粉专哦，我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我要母的尼多兰吗？不是啊，刚刚是说母的尼多朗，他讲干话啦。母尼多朗就只有功德啊。我刚才想到我的那个小孤单是属性跑偏了。那我可以跟你换吗？小孤单可以吗？你有要练他吗？你没有要练的话，我可以跟你换吗？你要练的话，那我还是可以跟你换吗？没有，他讲干话啦，不要理他啦。他讲干话，你们不要当真，你不要当真。我也在等公的那个啊，公的吉利蛋啊，还有公的代售啊。等吃完晚哎，应该说早餐。然后地鼠采满40只，我们再来开始推主线吧。昨天小雨有给我看那个连锁的啊，连锁刷色尾的，可是因为当时剑盾日月的时候，哎，不对。连锁那个时候是什么？终极红蓝宝石吧，那时候才有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没有玩，所以我不懂连锁是干嘛。连锁是刷那个嘛，这回出现的几率跟个体值越来越好，对不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不是有人在草丛在刷那个吗？刷连锁，为了那个四 V 以上的百变怪。你要不要带 NS 去打疫苗？如果人很是可以带啦。哦，真传就有了、哦，对啊。那我还是不知道，那这一版是干嘛？怎么连锁啊？因为它不是要遇吗？然后你不能逃掉，对不对？你就只能打死，然后抓的话才会加一，对不对？那如果你逃跑还是怎样，不就是会断掉连锁吗？感谢千年鳄鱼的续订，订阅。我知道你是那个哈基影院那边的那个，比较常看哈基影院台那边的。抱歉，你是大哥。不过哟，你要拿到全国图鉴，用宝可梦追踪啊。我看到小雨今天在抓那个三圣菇的时候，有在用那个调查。你们先挖，先找地鼠，我快吃完了，我剩下一点点料跟汤了。对啊，他既转 FB 就这边了，等他吧。大概他们去多久了、啊？三个月了没？七八，九十，哎，三个月了。
你是双马尾妹，你好正哦，你好漂亮哦，你怎么那么好看？哦，对啦，再来就是我也想要赶快打扮自己啊。今天推主线是打道馆吗？主要先学到飞天吧，因为草丛对我的阴影实在太大了。哎、欸，我刚去看小雨的台，他骑脚踏车冲过草丛都没事、欸，哎，啊，怎么我会变这样子？你们昨天有去看了吗？我把狂玉的，哎、欸，我光是狂玉那些个画面，我就剪了8分钟了，中间崩溃然后离开位置那一段我也剪进去了，大概有快30秒吧。我有抓什么？昨天是什么啊？狗鬼，用北蓝呢、欸？一格，我的画面就是这个草丛里面一堆盖伦那边堵我，还有洞穴那个啊，洞穴一进去遇到结束战斗，又踩了半转，哎、欸、什么？轮胎还没转半圈。小雨在 FB 开台啊，他们游戏的一定要在 FB 开，因为那是公司规定，所以没办法。我当时去 FB 也是流掉蛮多观众的，然后等到怎么讲，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我去的时候有好有坏啦。有两个好处，是第一个好处，我过去是去赚钱嘛，因为我那时候的影片其实FB 给的钱比感谢靠，你有想进入 DC 赖群吗？一直用威和特性什么意思？感谢伟逆的订阅，有兴趣加入我们 DC 赖群复播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没有，我那时候去 FB， 刚讲的嘛，就是 FB 给的钱，其实已经比我剪片的钱还要多很多很多，所以我才过去的。那造成就是说，前一个月大家还是会帮忙挂一下台，但是就是过了一个月后，就其实我知道也是很难用了，啊，流失也很多观众嘛，就前面可能开台会有100-200人，然后后面不管开什么游戏都只剩下40-50人，所以那时候觉得很难过，很心累嘛，因为你人数不到的话，你就只能用时数去推那个观看数。他们现在还没有，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所以我那时候开的比较累，一个月开130-140个小时这样子。好久没看台，各台都是。可是我之前有看你在看那个谁，学长，还有那个啊，买块，还是你现在没，你现在没看买块的台了吗？越来越多人去 FB 开直播了，没办法，主要是为了，正是为了赚钱。怎么说？我们出来做实况，也不是做兴趣的啊。毕竟实况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今天有人，你就换个角度想，我们不是故意换平台的，也不是那边比较。为什么说 FB 烂啊？你还要去 FB 直播？那就是因为讲白一点，就是为了赚钱嘛。因为有人给你一个平台。然后又付钱给你开直播，你不觉得这样怎么想都很划算吗？就只是你们看不看的习惯跟用不用的好一样的意思。像谁，哈记团团、诺英跟小雨，其实只要有开啊，我有看到的话，我都是打开来挂台。那再来是。那再來是那个，我刚刚讲第那个好处讲完了嘛？那坏处就是，观众就是很明显的忠诚的观众就是会留下来嘛。那也不是说不忠诚的不留下来，因为
毕竟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一定要来看我台啊，我也不会常常打说什么哦业绩不够了，请大家来挂台之类的，对吧？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勉强人家，除非是我很想玩游戏片啊，才会勉强泡芙搭车上来找我，然后给他车钱这样子。感谢杨毅的75块钱。为了看 Amigo， 大家不知道在 FB 做多少广告，看 FB 的广告。哦，对啊，刚刚你下班了，嗨阿杯。那再来是我当时 FB 解约了之后，我回到 YT 开嘛。然后我之前 YT 开台可能就是两三百个人，就那一次一回来开直播的时候，飙到了700-800。其实那时候看到很开心，因为这个数字是比我之前没有700-800，对不起，多少400-500，对，那时候开台400-500人的时候，那时候很开心，因为已经比我平时开台100-200还要多很多，而且是 YT 平时开台100-200还很多，所以那次回来之后就是大家很想我的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其实。那时候开高校，高那个轻松生存，我那时候其实开台开到差点哭出来。哦，对啊，我解约的前一个月，我的工作就被拔掉了，所以问我为什么不双开，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被拔掉，我留在那边好像没什么意义了，懂吗？想说之前阿杯都会在那边给我偷挂台、偷给钱，然后去抓那个小起点的贴图。阿杯，你们玩这个啊？你只有玩泥天跟 DS 的，好吧？然后我那时候看连锁，就是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阿飞，对不对？然后那个什么，我说啥？哦，地鼠踩到40只啊，然后好像再加上十那个十项的加成，你去遇那个洞穴里的宝可梦，也会增加设围的几率。我是看影片这样讲的啦，啊，实际上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卡南安安，卡南，怎么念？好了，我的吃完了，我们来踩地鼠吧。你依旧是干话王，他干话更干了呢。他的干话真的是，这是北蓝，就只有北蓝而已。也还好，他没变啊。他万一变的话，害我会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然后他应该会打欸嘿之类的吧？欸嘿，你不要这么懂我之类的。温阳，温阳。今天又有三只新的包子了，一个是应该说两个老观众吧，还是两有四个吧，两个是老观众，两个是很新，很刚好而用哦。赶快哦，要加入 DC 赖群的，赶快私讯粉专哦，我们的小帮手现在人在哦。对啊，只是流程不会说太难。
就是请你们截取到一个画面，这样就好了。然后 DC 的话是进了赖群之后会有个连接往那个点进来就可以。我忘记我当初违逆的赖账号了。哇！哦，我讲一下为什么 DC 没什么讯息哦。因为当时，你看到 DC 有很多游戏房嘛，就是当时我们玩了什么，就是，其实当时像是玩一个游戏，因为太多人了，然后房间太吵，所以才会有很多小房间。那再來是。现在主要会活跃的就是这家日麻，嘿，所以其实想打日麻的话，可以先来兔窝问问看，有一堆神经病都在那边做梦。对，我们这边是，哎，我们那时候是讲兔窝梦想什么，反正就是整天在做梦。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啦，就是还是有出现在兔窝在玩游戏，不然兔窝真的已经快变成鬼城了。哦，最早之前是因为那个那时候巧克团，然后因为兔窝这边是算是当时那就有玩力比较多一些指令啊，一些机器人的 DC， 所以那时候。巧克团每次都有那个在吐窝，但是之后哈基那边的管理群也突然起来了，然后有用一些伺服器赞助，然后让通话更好，就是都开始转移到那边这样子啊，吐窝梦想家啦，对，对吧、啊？就是现在就只剩下吐窝的日麻频道比较多，那。魔物猎人的话是那个我的那群朋友，一个叫江江跟 HDD 的在使用的频道，因为当时会玩魔物也主要是因为有他们陪我玩，所以那个频道才会存在。然后有一个蛮常挂在里面，一个叫杰超的，对，他就是最近聊天室你会看到他出现。那他也是蛮可爱的，每次只要打开兔窝 DC 都会看到他挂在里面，他也很想进去跟他讲哎、欸、早安之类的，对啊，现在主要会活跃的就是这样的频道，对，这样宝可梦应该也不用再开个频道了，就什么怀旧系列的频道就进去聊，然后我们就开始挖矿，这样也可以，画面还是。因为我还在吃饭，我还在吃饭，我还是很不专心啊！关掉。想问这次崛起有打算入手吗？也是一半一半呢、欸。无浅佑啊，原来他会进化哦，那我是要抓他、啊。现在先把地鼠采完吧，采完之后我们再来推主线。这带的随机倒看得到会，我不知道啊。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小智的勇气鼬啊，啊，但是他的勇气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屁孩，你知道吗？就给我的印象就不是很好。因为我不知道勇气哦，因为这钻石珍珠我就没再看了啊。红绿宝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电视还有播，可到后面我家就没电视了，所以那时候红绿宝石就开始没有再看。这是小遥小胜的时候，
然后小光这一代我就觉得很陌生了，是吧？沉重，不是沉重，没有吗？铁球。水流喷射是从后面射出来的。又有哦。日月剧情不错，我觉得不错啊。是，我觉得蛮多代的。怎么讲？他真的每一代都是当作那种平行世界的感觉啊，不然为什么日月的地方不能 mega 进化，对吧？然后日月的力招式也不能用在那个集聚化。然后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之后不是那个谁，路卡利欧有 mega 面对那个吗？面对那个集聚化怪力，那只有动画有办法做到啊。游戏里面要这样子做平衡，真的很。一个 mega 的一个百万铁拳打在一只小狗狗身上，怎么可能小狗狗活得下来？我想进击的巨人一掌扒下来，然后阿尔敏用一只手挡住，这样子。所以一直觉得。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就是把宝可梦当作平行世界的时间观念在玩，在看、啊。以游戏来说，集聚化更平衡一点。不过我还是喜欢 Mega， 我也喜欢 Mega，、啊、因为 Mega 有那个啊，超级长耳兔。你看那个黑丝袜哦，多棒啊！哎、欸，地鼠加油，剩三只了。大木博士好像吸等级一样。哇，你太强了哦，这代要削弱一下喽。吸。宝可梦的动画蛮喜欢小智、哦，你说动画、哦、白痴哦，小智的皮卡丘强到可以无神，不到连喷都打不赢。哎，我怎么这边一直都有啊？我都不用离开哎、欸。赶快出去！开始啦！冲啊！他逼了！快！你的本命宝可梦是什么、啊？
我看别人玩真传都是当矿工，没有，我快不当矿工了，我要先拓主线，不然我早上去走那个草丛，走到真的也是哭哎、欸，我真是哭哎、欸。啊，怎么多一个洞啦？啊，怎么走过来这边多一个洞啦？你按到了，哦，所以它是可以随时，就是在墙上钻你家吗？哎、欸，问一下，那刚刚那样子的怪力是闪光怪力吗？因为我总记得他们有说什么闪光石像，就是色维石像。有一堆怪力耶！哎，我没办法按。哎，我卡住了，怎么办？我动不了了。哎、欸，那这要怎么办啊？能重开了吗？重开啊！可是我没存档哎、欸，没有存档啊。没事，我们刚刚都是什么都没做，可以断网。哇靠！我感觉前面还是用自动存档好了，不然后面没存好痛苦啊。现在可以无限刷神兽，什么意思？哎、欸，不可以这样对我哎、欸！哇，那我什么都没了哎、欸，包包，干、啊、我老师，不变石没了，还有什么？就这个。黑色铁球，对对对对对，阿看哭啊，完蛋！
看一下哦，包包不是包包，我们什么存档的？啊，白痴哦，这是刚下来存的档啊，对吧、啊？好啦，我去破图线啦，各位有地叔在叫我啊，还是我先把自动存档打开啊，不然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不用存的啊。那时候杰克说是建议先关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除非抓神兽前再关掉，是不是？哎、欸，如果你们挖洞挖到地鼠有三十几只在叫我啊，好啦，我先上去了。你来给我病毒了。要在这边用吗？还是另外一边？地洞里面可以传吗？可以交？不行吧？哦，那我怎么可以给你、啊？很宝可梦。哭啊！对啊，不就是要抓神兽再用存档吧？六呀！看到有人被自动存档卡在第七道关，我就关掉了。什么意思？繁星，你知道吗？那菲，我知道，变菲欧娜，我知道，是下面的、喔。把神兽先把灯关掉了。好。独挡卡在雪球中间，那怎么办？看到那个人后续了，哇，那应该死了吧？还是泡芙娘顺便给我小福蛋？还好刚刚不是身上有什么混元之石，然后不见了，我已经哭死了。然后顺便进化耿鬼，会啊，耿鬼跟那个怪力，我都等一下帮我扶，等一下帮我换一下。弹孵出来了、啊，然后我本来练腕力嘛，我那时候抓了16等的腕力，想说练到28等，就在练的过程中遇到一个29等的腕力，我哭死了。没看见我，你是谁？
那这个人是谁？聊天室的 B K B K G O U O 是谁？你是谁？哦，你哦。我有那个截图，什么截图？没有吗？这个是传那个病毒给我的，感谢感谢。我想说，你说没看见我啊？怎么突然在我面前？我有早亡啦，睡啦。好，我会好好疼爱他的，他会在我的队伍里的。我还是母的，哇！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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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我交换吗？你要跟我换什么？啊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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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谁？不是泡芙吗？不是。卡在雪球中间，接着说，你可以私讯粉专，我去看。你没看到我？怎么会这样？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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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没有吗？那我出去再进来哦。乌龟要进仓库没有？我乌龟是那个，还是我们开群组啊？你反而遇到别人，交易室地下室一楼，不是二楼，他们应该知道啦。八七八七八八。开群组吗？好吧。欸，群组怎么开啊？对方看到的人物并不是角色，而是 NPC 样子。对啊，这应该都知道。你图鉴开完了，恭喜哦。我没有群组。那个时候是第二道馆才能开群组啊，救命！你去开哦。好啊，啊，我要怎么加入群组？对，所以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个第二道馆？啊，那你要等我哎，我要走过去哎。等我十分钟，等我十分钟。我为了飞天，所以今天才不想要。哎呦，等一下哦。我现在理他们吗？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先继续长大。你私讯粉专了，好，我晚点去看。甜甜蜜宿收了吗？早上收过一次了。
还是晚安店啊？你要跟我换狐狸怪地？不是，那个是我要的，还是你有？我们交换可以，但是你如果要跟我拿的话，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多抓。电脑的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Switch 的。哦，传给我再传回来哦。然后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是啊，我真的主要是先推主线啦。啊。哪里呀？哪里到哪里的？快到了，快到了。好远呐！会很难吗？不会耶。等一下哦，敲我。好，到了。然后嘞，哪一个？兔屎是什么？然后嘞，我要怎么拉人？然后我要怎么拉人？哦，加入吗？啊？怎么弄啊？我看有人说要群组临近主机遇到人后才能加入吧，好酷啊！那走吧，那我们再，那我们回去吧，我们再赌吧，我们再赌吧，再赌吧。吉鲁利安，行行动。帮我换个密码，嗨，夏西。我们换个密码如何？
你要换。不是你先让我，你先让我跟别人换完嘛。哎，白痴啊，点太快了。有吗？这是你吗？是谁？我是对战，白痴哦。八八八八，七七七七。我是玩哪一个？我是玩珍珠。我是玩钻石珍珠。哦，有了啦，有了啦，有了啦，看到了啦。奥福，是不是你？哦，这是你哦，白痴啊，泡芙嘞！为什么遇到别人？这边只能两个人吗？不可能吧！哇！这个是 NPC 的脸不是吗？你是谁？蜜语，四个八，四个七，八八八八七七七。不是阿亮，火鼠跑出去了啦。交易厅怎么那么大，人容量两个人？还是你要先换耿鬼跟好利？好啦，来啦。好吧，那我们晚点再弄。想遇个人也这么的难啊。
你好像一直遇到泡芙。哎呦，你们在同一间哦。哇，你哥说买就买吗？好猛哦！你就说用你的钱买，哇！嘎嘎，我要叫你妈，嘎妈。对啊，我那时候看那个介绍图，他不是一大堆人吗？欢迎回来。有白毛不是那只光而已啦。妈啥？叫你一声妈，会不会少块肉？对不对？嘟嘟嘟嘟嘟。你要跟我换歌？不是，今天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连线连的怪怪的，你不要跟我换，抱歉。还是我等一下请一个观众跟你换啊？你们等一下就丢烂的东西给他，如果怕他不见的话，你就丢烂的给他嘛，让他换回来。你们换一换，换了现在已经三点了。好，我等一下遮画面了，我就因为泡芙他随便打个密码，又遇到其他人，我等一下设难一点，我等一下跟他进去聊一下，等一下遮个画面哦。那个 TZU， 你来那个，你来，哎、欸、阿亮，你留下来陪他一下，你来三四个八四个七这边八八八八七七七七，你来这边，那个阿亮你陪他换一下。他说他想要补图片，麻烦你了，我去这个画面。哎、欸，你自己进来哦，四个八，四个七哦。我看一下密码哦，密码。密码吗？密码密码。哇，你这密码有点淡哦。这还遇到其他人，我真的是觉得是真的很多人玩欸。密码可以送到什么？有点什么酷吧，很酷欸。遇到了，终于遇到了。我想说，他这个密码还能遇到其他人，我真的觉得这游戏太多人玩了吧。
是他真的很奇怪，是不是这只能两个人啊？好棒哦，我的队伍里面越来越多泡芙的宝可梦了。哎，你有注意到你有扳手吗？包含在自己那个上限人数为二，上限人数为二，我的天哪！哎，我拐进不来。刚刚啊，普通交易厅只能两人，普通是。哎，还有什么可以换啊？顺便看一下好了。嗯，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玩的，对不对？海西要等一，要晚一点。好像没了，欸，感谢了，感谢了，我要去推主线了，谢谢。哎，欸，还是你要换那些什么耿鬼那些东西，有要吗？你有要吗？联盟交易厅比较多人。好，你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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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抱歉，抱歉嘛。逆语再看一次哦。哦，那这样子我就不怕了。哎，不行不行，这一下好了。我跟你讲，他打了我的手机号码。你等我哦。好了，我到了，我到了。鬼师要进化吗？要啊，你要鬼师通，鬼师通才能变成耿鬼。阿亮，你们隔壁好了吗？你们隔壁解决了吗？哎，为什么没进化？没进化，等级没有啊？鬼师通直接进化没差，啊。拜拜，不行啊，你很坏的。没有啊，没装东西啊，爸。哎，欸，你们给我装东西啊，你再看一下，你有装不变之石吗？他应该没有那么笨吧？应该是。你真的装了哦，我扁你哦，你白痴哦，你是白痴哦。我想要的话是 NPC， 如果拿来的话装都不愿意吃。
刚刚在忙什么？我不知道啊。而且我们开多久了、啊？一个半小时了、欸，哎，多好的主线嘞！一个半小时又在这边玩，呼呼呼！哎、欸，啊，这也很坏哎、欸，要通信交换的东西又不变之死在里面。那是鬼斯通吧？台湾的取名啊，然后我再看一次动画，我的天哪、啊！我按 B 取消了哦。蒙西亚的样子。不是吧？你要先拿你的豪利给我吧，最后再拿黑鲁加给我。你这样要多两道手续费呢。你要什么？不手续费，程序。你要什么要换的？你要抵制？不是，因为我如果按 B 取消的话，换他看动画，我们还是会等这个时间。没了哦，好，那就好，那就好，走了，主线，飞天，你刚好只有这只哦，好啊，那再就是凯西跟豪利去搞吧，对啊，永吉拉跟豪利，还有通讯进化房吗？那个还有谁？还有谁可以帮忙？有吗？还是杰超可以帮忙？好了，在那边玩了好久。往上再往右嘛。好，我们出发，终于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冒险了。好，那个，但你等一下吧，他们还在换。换好，你再说一下。他们在4-8、4-7，选好的话你可以进去。轰啊！不行，我的手好痒哦，我的手。不要再捡了，手手！手，你快停下来！不要再捡了！立果，地木果。
看哪个少中哪个吗？欸，我对，如果真的有的话，我想要欸，会帮我收数的，收数。你敢？今天会不会再次崩溃实况呢？哇，你是预言家吧？连超的梗鬼也拿着不变之石，哇！感谢雪狐的100港。阿妈，你是预言家吧？快跑，快跑，快跑！这草有毒，快跑，快跑！他会上来吗？你看得到我吗？野生的训练家出现咯，等一下哦，有时候我也不想要讲话太大声啊，就是真的很崩溃。啊，那声音太大，我很抱歉，但是我真的很难过。抱歉啊，抱歉啊。繁星，别怕，改天直接送一只喂宝分的宝可梦给你。哦，宝分喂满会怎样吗？感谢雨恋的超级留言，冲着这个一格教主的体质，真的很特别。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小雨骑脚踏车在草丛走那么多步都不会有事，在洞窟里面冲那么多圈都不会有事？救我！走路踩一格就踩到地雷，为什么？哦，我一大方包包哦，没事啦，我应该主线后再玩华丽大赛吧。哎，欸，叉字符也是通信交换，对不对？我可以去买喷雾啊！就不想买，我真的很讨厌消耗品这东西。而且我跟你讲哦，我前面我现在才打完三个道馆，我的钱很少。哦，叉字符是亲密度哦。哦，所以我要又待在身上那么久哦。啊，对呢，它是亲密交换呢。好的，这个，啊，靠，哭啊，原来不用哦，哎。欸，有东西挡着哎。欸，我猜是等级高避免遇怪的主要方式啊。高草丛不能进去，大草丛不能起坐。我不知道嘛。好啦好啦，我懂了，我现在懂了啦。
被发现了！我的天哪、啊，他们两个在草丛里面干什么啊？你们两个在草丛干什么？而且还是妇女。你们家女的知识很多哎、欸。你不有开除草机？你是认真有除草机吗？要骗我哦、喔！不可以骗我哦、喔！你骗我就完蛋了哦、喔！蛋洞。该不会那只豪利也有不变之石吧？你们那边到底怎么了？边走边狙二斩，你是说把大牙梨绑在脚踏车前面，让它一直咬吗？好像蛮有画面的哦。我原本早上在玩的时候，我想要就是他不是里面有画笔吗？我想要拿出来玩，但是我最后收起来了，觉得好麻烦。哎、欸，你总算回头！没有，我把你葛鬼身上塞了不变之石还你，怪你这是个白痴哦、喔。这时候皮宝宝应该要回头说你在跟我开玩笑。我觉得很可爱耶、欸、真的早期的宝可梦都很有样子，为什么 XY 那一版本就还有哪一个？吊圈鹅那个版本的是哪一个版本？有尖钝剑鞘的那个版本，我觉得很就看着怪怪的。那个他们那边交易完了，你可以进去了。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对 XY 哦、喔，哦好吧。他们隔壁结束了，要进去的再打一下四个八四个七。记得不变之石拿掉。还是可以涂一下好了。哎、欸，这是下去的哦，八七，所以那时候如果是那种桌游，请直出遇怪检定，我应该是满分的那一种。哎呦，等级太低就这样子吗？不是哎、欸，啊，可以啦，真可以。崛起我可以考虑考虑，我崛起你说魔物猎人吗？我会考虑啦，因为小雨确定是会玩嘛，那我们隔壁如果意愿越来越高的话我就会买。齐鲁利安也跳了，崛起会很失望吗？可是你有玩一开始的崛起吗？就 Switch 的崛起，对不对？崛起，崛起，
有吗？因为其实真的是喜欢，你不能拿来跟世界比啊，毕竟 PC 跟 Switch 还是有办，还是没办法做到 PC 那么好的。像之前世界被一堆老玩家也是说不太好玩，没有那种大家窝在那种什么麦当劳或是地下街那种连线的感觉。崛起是我魔物猎人唯一一跳过一代的。所以你们觉得不要吗？看明年大更新 ，OK， 就觉得。片手剑都可以把角龙的脚打断，挥来挥去，我就觉得哇，片手剑也太强了吧！等 DLC 出来再看看，所以一开始不推荐玩，是要等 DLC 出来再玩，这样就好了。瑟薇的奇鲁利安怎么抓到的？啊、就瑟薇的啊！你就是想办法要孵出瑟薇，碰到瑟薇的啊！应该说很明显，就是把早就做完的东西拆开来卖。哦，你是指这样子的哦。懂了，懂了。耶、yeah, ！遇不到草丛了，开心啊！爽啦！啊，不开心，不开心，请掷出玉怪检定一格。耶、yeah! ！希尔，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的 FB 跑出你的交友那个呢，推荐加好友的通知。一刷草刷出异色两孤蛋，为什么？一刷草孤出来，二孤蛋刷异色。哦，对，就这样子。啊，怎么说可达鸭好可爱哦！哎，还要给我喝他的鲜奶吗？这个好像是你按的哦，是哦，那我接收咯。我以为，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想说，不是，该不会是吧？好，那我接收咯。好了，因为我以为我看错了。哇，这个女仆咖啡厅只卖鲜奶，哇，想到是那么想就觉得哇，哇，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无诶，我也不要，反正你之后不会在我的队伍里面。防守谁？你要防守什么？希尔那么正，怎么可以拒绝勒？哎、欸，嘿嘿，耶、欸，希尔你怎么想？哇，这边好棒哦，又来这边赚钱了是不是？我应该昨天关台前先来这边打一波。你、欸、看他好肥仔哦，好像我。
欸、等一下，帕奇利兹，你身上怎么没有东西了？好，那个没有要换的话，我们家阿亮要走咯。感谢阿亮，感谢感谢。你先高歌一曲，对，有阿亮吗？还是我？啊，我忘记把帕奇医生拿掉了。感谢阿亮大大，感谢阿亮大大让我有钱赚，感谢感谢。哇，哎、欸，你们就去那个啊，如果真的没事做，就去87878的地洞玩。然后玩到快有地鼠在叫我，捡到牛奶吗？杀虫剂啦！那你在许福咖啡厅捡杀虫剂啦！哎呦，至少宝可梦的世界没有小强吗？如果那个。美狼以外，地上没有那种小小黑黑的小强，还不错啦。他想帮我鲜奶加料，不就还好？我刚没有买鲜奶，他想杀了我，这只白色恶魔真的是很恶魔呢、欸。等一下哦、喔，先换掉。杀虫剂耶，这是什么杀虫剂啊？放回包包。等一下、喔，看他想怎样毒死我。小号，在哪？这个黄金喷雾，他想杀了我。啊，没了哦，没得打了。可打呀，阿干！他是进出房间就会血路，就会阻挡啊。呱呱。感觉有事情哎。下雨喽。现在正在下雨，哎、欸，不是哎、欸，刚用什么打？用电宝可梦。巨甲舞者比较像海蟑螂啊！哎，对耶，我还没去孵化石哎，白痴哦！哎，不是，想到我今天挖到的那些色尾都不见，我好难过。连勇气又进化的那个也不见了，哇！好，你拜拜，你先忙，先忙，上班加油。
这边怎么看都有鬼啊，怎么可能只有这棵树，对不对？又真的只是那棵树。好啦， 这好像真的很烂。香蕉哥哥，你在找什么？香蕉哥哥，香蕉哥哥，你在找我吗？欸，没有欸，他不是要对打哦。就是你打死我的娟娟了，什么怪力吗？我就是边走边按 A 啊，这叫什么？走 A， 走 A， 走 A。我记得树后面有东西用。我记得树后面可以用东西，用什么东西？啊，边赖边赖一直想，一直开到底。蜂蜜是啥？可以刷宝可梦用的。我蜂蜜，我觉得它是格斗吧，对，不痛。甜甜蜜，你在树上会有宝可梦，来吃。那小雨有一只小卡比兽的啊。甜甜蜜吧，要甜蜜蜜吗？是甜甜蜜吗？你非得这样子吗？哇，我觉得我有。我都不知道我有汗疹还是湿疹的东西，最近感觉就是皮肤很痒，因为喜欢侧着睡嘛，然后有时候说屁股很痒，就是我的就侧睡的那一面会很痒。看穿，一定看不穿我两次地震。哦，真的好痒哦。你捡到新块了。我才想说，奇怪，你应该要升级了啊！太渣的老婆，不行啦！泡芙，你女儿长，你女儿长大了，忘记魔法闪耀。这招是不是可以忘掉啦？等我要瞬间移动的时候再用凯西就好，对不对？可拿来抓宝啊！哎，我的瞬间移动是用招式机学到的啊！你们有印象吗？我的招式，我瞬间移动是用招式机学，还是他原本就会的啊？
因为我真的是该要一支空琴刀了啦。好，等到回家再用海西。哦，感谢你们哦。拳头死板。还有什么可以捡？这边不用浇水了吧？这还要浇水？这游戏就不酷了哦。桃桃跟什么？墨梅。桃桃。还要浇水啊、哦！哎，他草不能这样放。我现在对草有，我是对草有恐惧症的人呢。我想，你要防止那种人家在角走廊上奔跑，就多种点草。然后老师就说：“你为什么上课迟到？”“一直遇宝可梦啊。”“嗯，你喜欢后面吗？”“还有啊，宝可梦不在沙漠快渴死了吗？水系宝可梦自己不会使用喷水，喷水啊，水枪。嗯”等一下，我的新快速还是忘记拿下来。对，还没拿。好，欧元宝宝，拜拜。气死你啊！干嘛？哦，对，又宕机，又宕机啊！我的死板，我死板。那我知道要狂挖了，以后要挖矿就开台挖，你们才会帮我踩地。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遇吗？吃广告，那你跟我的体质很像哦。我看音乐跟杰克他们的台也是狂吃广告，不过的台是15分钟一次啦，至少很佛心的啦。啊，看，可是你只要打有吃广告，我就很安心，因为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就是我直播了一个多礼拜，才有人跟我讲说都没吃到广告。
十分钟吃一次。我是调十五分钟一次，我调错了吗？对啊，我是十五分钟一次啊，所以一个小时吃四次广告。你看维尼来了，对不对？刚在光遇到他，野生的维尼出现了。没有哎、欸，哇，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好了，换宝可梦，招式机，招式用完了。哎、欸，这歌好好听哦。你看就不好好的看人家，硬要屁股去看人家。乖乖，哇，也是范围招哦，太爽了吧！管台，你可以管台哦。你现在方便管台。教主安安，刚刚去买东西，安安。然后BOSS又反手了，没有。我跟你讲，我早就想要给他了，只是他当时比较少来这边，他是只有玩宝可梦的时候才会出现，很正常啊。毕竟他也说他比较喜欢宝可梦。回来了，有错过啥吗？有，你错过了我。奇异果，异奇果，欸，他名字都喜欢反过来，什么焦香果、异奇果，还有什么瓜西果，异奇。我想要种那些我没有的芒芒果哦，芒芒果，我找你好久了，我觉得芒芒果很甜。我去查那个维基。芒芒果就是甜，发给我的卷卷耳，被交去切哈密瓜。哎，我交了吗？交了。报告。啊，怎么这边没雨了？嗨。我不是小孩子了，靠呀！我按错，不好意思，我是小孩子。好，我走，我走，我走。啊、哦！泡芙，你在这里干什么？陨石哦，我还是好喜欢他哦。有精品店，我可以换衣服了。啊！要喷钱了，要喷钱了。然后狗狗一直要吃，狗可以吃哈密瓜。完蛋了，又要在这边逗留了。我是阿里，我不是阿里，关了阿里，然后表你来吃，那边对，很多大人都是我的。哦，他就是飞翔了，是不是？快点，我打死你！我要可以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泡芙。哦，所以这边是卖进化石的地方，对不对？
好，老巨拜拜，拜拜，拜拜。泡泡贴纸，泡芙贴纸，可以卖什么？宝可梦球防御，护国，护国，一个10块钱。哦。我卖给你这把钥匙，很贵哦。你进度推更慢，没事，我也很慢咯。你有卖什么东西？哦，当药类的。好，那你嘞？你还有什么需要我能帮上忙的吗？你可以帮我开台吗？哎、欸，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要给我东西？对，然后咧，我要东西。Give me a sign， 有东西吗？兔子可以吃哈密瓜吗？可以啊，只是不建议啊。太甜了。哇，干，增强剂这么贵哦？那你是什么？命中强啊，命中强！还有卖东西吗？没有，泡芙，每个人看到跳跳一下。我在找什么？我在找你。那我不喂它了，不是，是兔子不要吃太甜的东西，容易胖。闪光1000块而已哟、喔，要小雨来买啊，因为他那时候说在洞里面还没遇到闪那个，还没学闪光分身剑，自我滴滴，挺住，替身，光强，反射壁，神秘守护，守住睡觉，点到为止啊，是2000块哦、喔，先买下来好了。急速折返重怕下哦，大字报为什么要分开啦？我这边都比较痛的，是不是蒸汽弹？这边居然已经有卖蒸汽弹了，蒸汽弹不是日月的，不那个吗？剑盾的吗？哎、欸，对啊，超便宜耶！刀士机不是都是快10000块的东西吗？喷射火焰10万伏，哦，这边都大招哎、欸，这边都是大招哎、欸。我跟你讲，我一定会让一只学这个陀螺球，速度越慢，威力越大。我要学那种速度超慢。因为这代的招式只能用一次，四代就有了、喔。哦，真的假的？因为属于耗材才便宜吧？是以前不是？以前不是招式机都是用一次就没了吗？哦，这边是卖家具。
你们都怎么赚钱的啊？就只能打训练家，对不对？原本从黑白开始就可以重复使用。哦，以前是3000-5000就能买。我在干嘛？排队吗？哎，台湾最爱排队了。我不信，没那么单纯，怎么可能？站着而已。这是准备打第四道馆吗？早该打了，我刚刚也是说要打第四道馆，结果耗了一个半小时在那边交易啊，通信。两个，欸、对，看可不可以登他宝贝球，他会抓卡比兽。哦，你们好坏哦。好，这边是买东西的，记住了。你这边是干嘛的？有屋顶吗？啊，老婆！看着乌克兰在干嘛？是这样子。什么东西可以拿？没有。哎，结果昨天本来是晚上要去找那个鬼屋里面的东西，结果还是忘记了。等枪火玩到12:00。他说什么？哦，银河队。为什么不走电梯啊？我去。我谁会知道要走电梯啊？电梯嘛，好好，我走。有地下室吗？我想说要选啊。啊，不是一样。一样啊。是啊，电梯比较快，没有电梯要对话啊。哦，你是说从5楼下1楼哦？哦，抱歉嘛，我很抱歉，我想说为什么不1楼1楼走电梯？抱歉，我把你当白痴了。他、啊、什么？你要对啊？别拍气，使用同一个招式越来越强。哦。这个好怀念哦！我当时玩那个精灵版的时候，晚上遇到他，那种声音，小隐星嘛，对不对？这边有没有东西呀、啊？哦，好，晚安，你要睡得晚，你要睡觉晚安。哇，4点了哦，赶快打一打，我还在干什么？打架，要死人一下当偶像。啊，所以我就说我想加入银河队啊。你是带着奖金回京对不对？哎呀，让我加入，我也可以做老大。Rock， 又准备吃广告了。对啊，大概就是15分钟、30分钟、40分钟，45分钟这样子。阿西尔有没有玩这个啊？
那几块陨石我记得是用来换带哎四只哦，哎好像是哎、欸、啊我也可以干了哎他有没有氪金的地方氪十百千万哎、欸、好贵哦你没玩哦好吧小雨你怎么买的下手啊八万六哎、欸、还是因为是八点六他就买了、啊、金币护符慢慢刷可是金币护符这只能等到有喵喵了不是吗哎、欸、还是谁去生一只喵喵给我钱很好赚怎么赚你教我快点泡芙现在马上教我我要发大财我不过主线我学完飞行之后我就不过主线了我要赚钱还是谁一周目过了有喵喵了生一只给我母的谢谢最好是有哎死去没有用最好有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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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招式威力两倍的那个特性什么什么高手啊技术高手装马尾妹不是啊我要怎么赚钱我现在是就是没钱呢、啊、正在用广角镜找我男朋友我正在用广角镜找我男朋友如果他下面那个丢弄丢的镜片不见的话很屌欸卖换金道具去打主线啊护符硬币记得拿有啊我有拿啊记得存档，我现在用自动存档了啦。我现在，因为挖矿事情，我现在都用自动存档了。很、欸、难过哎、欸。可以一直打 NPC 用电，我知道啊，我今天有去用，我今天有用到啊。可是它也不是每个都可以打、啊，所以这个可以用在。登录可是他是每次刷新不是吗你一进来就听到什么教主没钱了不是的、啊、我是真的没钱啊啊游戏里面没钱啊你钱袋带过来哦、喔、好好不一定全都有所以啊他怎么 他刷新是什么时候刷新你要给我钱吗我没有挑战道馆我只是想要钱啊你不要跟我打架、喔、我要你的钱因为它上面写是说那个啊，宝可梦，什么？好啊，给你，好啦，谢谢，够了够了。可能要带金币香炉，可是金币香炉跟金币护符是分开的啊。后面 BP 好难赚 ，BP 又是什么？赚钱喽！他人好都不打架的，因为他没钱吧？那是因为他没钱吧？他有钱就会跟我打了。给我，看我的，给我钱攻击！哎，不是啦，我是问真的啦，有没有人有喵喵？我需要。哦 ，BP 是对战区的点数哦。哦，所以是买那个特性胶囊那些东西，对不对？你待会敷给我，好啊。可以的话，母的。然后，什么高手啊？
欸，喵喵的喵喵词曲跟什么？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这个有丑丑鱼吗？好像没有哦。哦，技术高手，对啊，因为你真的要打得痛的话，就是要技术高手嘛，招聚宝弓，技术高手。那时候打伺服器这样子玩，玩得很开心。感谢千年鳄鱼的100块，赚钱咯！你是说两边都赚吗？赚烂！你为什么会毒击？这个豪利吸毒啊！为什么？你用伤害躲打吗？好，我用，我顺便练他。不是啊，欸，你好棒哦！那我等一下就换。没有，那时候刚刚是想说懒得，把护符拔下来。话说，如果对方玩家亲自下场，是不是很难说？我就下场跟他打。我就跟他讲说，我妈是阿贝师傅，我是李提督跟极地大师推荐过来的，啊，朗文大师跟极地，朗文大师跟李提督推荐的。哎，欸，现在回去看小当家，真的觉得很悲哀。他说你的面怎么那么好吃？我妈在国营餐馆局下楼，硬要提他妈。哎，欸，对耶，公主，你怎么又捡到娃娃了？哎，欸，你们真的要帮我注意耶，我好难注意到他身上有东西哦，喔。他都不讲一下他有东西。只有物。你可以再跟我说一次这是本版吗？你是说我是什么版本，还是这是什么版本？金灿钻石，明亮珍珠。我觉得最靠北是那个嘟嘟嘟嘟怎么了？然后我的话是明亮珍珠。如果你要跟我不一样的话，就是选金灿钻石。那如果你要跟我一样，就选明亮珍珠。然后就是每个版本的，就是有的东西会不一样。等一下张爱朵被一拳打死了，易换宝可梦。公鼠为什么时不时会有东西？哦，因为它的特性是拾取。看哦，有没有看到特性拾取？就是会从对手那边捡来道具，然后他不用上场就可以了，他在包包里面就好了。所以。哦，我的箱子还有抓一只松鼠在这，它也是拾取特性，所以之后有事没事就是身上带一大堆帕奇利兹，然后在野外弄拿手，又一大堆了。就是小当家，我知道啊，我说嘟嘟怎么了？哎，欸，阿亮，那个杰超问你嘟嘟，不嘟嘟去哪抓？喵喵去哪抓？哈，嘟嘟去哪抓？不是，他是只要战斗回合结束后就有几率拿到东西。那时候听杰克说，等级越高越容易拿到，还是说这版本是等级越高拿到东西越稀有？不是偷对手身上的东西啦，就是结束后战斗后会自动会有东西进去。人家叫周梅丽，我知道，他妈叫梅香。然后我那天还想说阿 Q 的名字其实他是三个字。然后极地师傅叫做，我，哦，干，这解谜的哦，
吉利师傅叫做周瑜。我现在那我要先打一打，我要赚钱。别动。唐三杰，对对对对对，阿 Q 就叫唐三杰。2012号道路自豪的后院，每天随机一种稀有宝可梦，所以喵喵是稀有宝可梦。香港一直没有，因为早期我们这边是因为那时候是有赞助商，然后名字就是跟着赞助商给的名字取。小当家、迪迪、石泉那些嘟嘟都是食品的名字。感谢木木的超级留言 ，Pico。就是每天会限定出现一只宝可梦，所以要的话就是调时间刷了，哇，就统一的啊。那时候小当家好像是什么鸡精还是味精嘛，然后吉地就是水饺，十全是什么羊肉乳哦，嘟嘟好香肠，阿 Q 头面。对啊，就是因为有赞，就是工商，所以那一部才会被说是工商卡通啊。十全味精，小当家也是泡面，是吗？然后四郎是废物，哦，四郎还五郎还比四郎强哎。对啦，是小当家脆面吧？小当家脆面啦。欸，我都打完了吗？都钱都赚完了吗？哦，赚不够欸。对呀。光走错了，我是要重来了。等一下。啊，推到底的哦，哇。我是珍珠啊，对，越哭越像猪啊，就是那个珍珠。哎，不是哎，我很少在动脑了呢，我现在真的不太能动脑哎，怎么办？不知道重来了，好像没那么简单，等一下。好，你哥去买了，好。那我们到时候就可以一起下矿坑挖矿咯。安刚下班，辛苦了辛苦了，等一下。我先把上面这个要往右边推。所以我们要先。不是我不能用类比推靠腰，等一下哦。一起挖矿，对啊，就是他可以下去挖矿。你是不是再推一次？可是我刚刚没有推啊。不会啦，不会有错。哦，这不会有错的问题是不是？那我请问我要怎么过去？对。他不能这样走、哦。这光不会卡关啊？怎么我卡关了？我笑得好难听，我的天啊！这样子，好，那这要怎么推回来？欸，不是啦，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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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这边，我才不懂嘞，那这要怎么推？最左或最右互推，什么意思？哦，反正最左跟最右推没差。哦，懂意思了，懂意思了。哦，抱歉。所以那天巧克力问说，有谁密室逃脱什么第一次玩或是很厉害的？然后我就没有讲话，我说不行，我很烂。然后巧克力就说，你最好是很烂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不是哦，之前有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四位数的那个钥匙，要那个锁。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解谜的时候，就在那边乱转乱转，就不小心转开了。然后就说那个工作人员都吓到，他是说他们这个密室逃脱已经用了3个多月了。他说我是第一个直接暴力破解把这个锁用开的人。一定是从中间过去的哦，我知道。好了好了，这边好了，可以推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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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啊，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在解那个杯子的任务还是什么的，我就拿着那个锁。就是他箱子有一个那个一个锁锁起来了，还要怎么过去？走这边，然后我就在那边转转转转，突然锁开了，我就把箱子拿起来，因为那个箱子的锁，那个工作人员是说，比如说你要解完 A， 才能知道 B 的那个道，才能拿到 B 的道具，然后 B 解完才能拿到 C 的密码，这样子。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锁，它是 D F，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解 B 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锁给打开，我们就只有下一关的那个房间的那个钥匙。对，那时候是谁？我想一下哦，那时候是林那个米奈他们，那时候跟米奈他们在玩。啊，我这边怎么办？他怎么推？不了啊，所以我要先把上面那个往右边推啊，右上那个往左边推嘛。中间先推回去咳咳。好，不是我知道，但我知道要怎么推哦。这个哦，不是啊。然后嘞，我知道怎么推过去。不对，说打道馆先不要存档，对不对？我先改一下。恐怖，特地。等一下，我先存档。飞去外太空，一二三，这个、哦、可以退哦。哦，白痴哦！想说就怎么想说不对啊？怎么会卡在这边卡那么久？我没看到那个板子啦，不是没看到板子，我是知道那板子，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推。白痴哦！感谢，过了。你看，像我这个脑容量，这个这么笨的人，还去玩密室逃脱。就只会暴力破解，然后就这个，我们要准备抓神兽了，所以我们要先把它记录一下。所谓强大又是什么？我其实不太明白。请你放马过来吧。好，我来了。欸、他刚刚画面要拿他自己的头，白痴哦。哪个人？我就是那只宝可梦，跳进来。
乖乖。米菲早，你还敢见美啊？你怎么会问我？完蛋了！不可以哦，不可以哦，不可以哦，你不行哦，你不能这样子哦。他是不是想偷到我的闪耀？没有啊。欸，我还是觉得有羁绊这个东西有点做坏、欸。你看，战斗中能解除麻痹中途烧伤，然后可以躲掉攻击，然后可以加好命中要害。我没有开绿戒通知吗？有啊，还是绿戒坏掉？刚刚有人在绿戒啊，你干嘛了？你干嘛去了？耶！原来我是打完第二个道馆哦。原来我只打完第二道馆哦，我以为我打了三个道馆呢。哇哦！哇哦！我好烂哦！救命啊！吓死我了！你做了什么啊？因为之前都会跳啊。等等等，我看一下我学妹给我干嘛，给我什么？欸，你做了什么事情啊？我的绿戒有打开啊。他是说，欸，你刚刚是不是有去超商？他说拨款金额68块钱，是给我75块吗？还是多少？他说预计拨款日期是明天的3点，是这个吗？你刚刚是这样给钱的吗？没有啊，他学生欸，他只是个高中生。那有啦，有收到有收到，可是你打什么我不知道，我不小心那种，嗯，绝对要来哦、喔。好，你抖100哦、喔，啊，他怎么是显示说拨款金额65块钱？哦，有啦，订单金额100，他怎么代拨款项金额是68？超商欸，等一下，超商扣这么多钱哦、喔？因为刚刚千年鳄鱼是给100块啊，然后抽5块钱走，那结果你刚刚超商代码拨100块，被抽走了32块钱，你还是不要超商给我好了。你还记得我家怎么走吗？不然你以后就是买完那个白玉欧蕾或是什么东西，然后来我家，这样子。超商客比较多，对啊，不要啦，不要用超商了啦，好恐怖哦、喔。
你那32块钱可以多加一堆白玉哦，白玉耶，你现金给我也是可以啦，直接来我家，他来过我家啦。我想虽然他是我学妹，但是我也不可能对他怎样好吗？因为他是我姐，我堂姐的老公那边的亲戚，我们关系很近，没关系，我再帮你补。感谢小林，感谢杰云，你还不你那你还点赞，你要不要脸？不是哦，我可以叫他过来，然后我看他被鹦鹉咬，你想不想被鹦鹉咬啊？啊，错字，感谢小林，哇，你以后字错多一点好了。哎、欸，等一下，我现在口有点渴。我到了，我喝个水。我不要啊。好的，我们一起打。那个外送茶白玉欧嘞，就是渴不渴啊？超商代码32元，订单最需要33块钱。对啊，他就是扣32块啊，很贵耶。哎、欸，完蛋，我们两只妖精系的，要被那只毒粉蝶搞死了。我要换一只。我多出一只米菲，我去试试。不可以打我！你怎么可以打我？我毒了哎、欸，等一下哦、喔，宝可梦。昨天优以说，如果我宝可梦应该是。如果你是宝可梦更恐，是很恐怖啊！你的技能应该就只剩下叫声，然后叫声健忘就没了啊，可能还有那个啦，还有拍落之类的，把人家的道具打掉啊。话说我的障碍者怎么没有超能力系的攻击力？我不知道、啊。哎、欸，那个皮皮不好意思喽，蹭蹭脸颊。不然就是嘲讽吧？有没有挑衅啊？是嘲讽，挑衅。我哪有挑衅？不是、欸，挑衅很强哎、欸，还是你要 uncle 再来一次交棒那样子？应该是没有，还是要迷人。迷人失败，大师第二都宝可梦，好喂，恶性自信过度，哦，太坏了吧？不然可以用超能力系，等级还没到吧？飞翔！耶！我可以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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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飞了。哎、欸，那我现在怎么拿钥匙？嗨，是我这边之后才要来的吗？耶、yeah, ！破台了！
来看看我们游玩时间多久哦。我们玩了16个小时，打完第三道馆，拿到了飞天，碎啦。好了，然后把这个打开。自动存档。那你想打第八道馆的吗？所以你说怎么过去啊？你说可以从这边过去是不是？换游戏了，不行，我好多没有玩哦。阿亮抓到了吗？我们来，对，那个谁，嘎嘎，这个，这边可以下矿哦，不是这个啦，这样子。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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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矿，网路连线。然后嘎嘎要，你要记得 Switch 要网路才能这样玩，能这样子玩。来，我们来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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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 bug 就是了哦，那没关系啦。还是我去弄那个家，我还在敷固执技术高手的给你啊。好欸好欸好欸，谢谢你谢谢你。我才想说，如果特性可以的话，我想要固执。哦，对对对，我要去弄基地了。来来来来来，那个谁，疾风，那个抱歉了，我先飞走了。那所以我是用城镇地图，然后这样飞吗？黑金士吧，记得。那这样子，所以我可以不用带母刻印在身上，对不对？哦，那我母刻印也可以收起来咯。这游戏可以攻击玩家吗？你要那么凶吗？不是黑金士哦，哪里啊？哦，那我母刻印的位置可以换掉了，碎啦！我那时候会带母刻印，以为是因为飞天要用它。还是百代士啊？百代，地下大树的家哦，对，百代士。快龙使用破坏时光。不是，他直接把我的那个宝贝送进里面，我的天哪！别换别的老婆了，对啊。对。哦，这个洞哦。啊，好，喊一声啊就好了，是不是？好。那你要去拿破案钓竿吗？好啊，在哪里？你说一开始我们家那边吗？哪一个啊？奔沙镇吗？还是双叶镇？我终于稍微可以摆脱草丛恐惧症了哦，玩宝可梦，我就想哦，这草丛。我在睡觉都在想着草丛，这草丛，这草丛，出金士好。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每个几乎都有看啊，出金士有钓鱼的大叔就有，好看左下角。
其实马上就有好钓竿了。我有好钓竿，但是我没有破烂钓竿啊。我想说都拿一拿，在哪里？他在最左侧哦，那难怪了。没有，左边那时候有人挡住我啊，是他吧？又不是他。想说收集嘛，左边。我记得好啊，这边我只走到这边而已，这边我就没有走了。白痴哦，是你吗？哭啊！我走的不够，我走的不够彻底。那这边有没有训练家打架？你就是训练家，对不对？我和我男朋友明明约好了呢，啊人嘞？啊分了啦，可以考虑我啊。小鱼，鱼王，端一端一，饮水。我女的，我可以，我可以装啊。欸，他男的欸，啊，抓了啦，啊，是不抓。女的不行吗？女女很棒啊，就像你们就觉得男男很棒一样啊。好像只剩下你可以打了欸。哦，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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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丢了不丢了，妈的要致命，不致命啊。装，你要装什么？好妖哦！哎，摇一下哎，哇！海底的狩猎凤蝶，哎呦，不要！该打第四道馆了吧？好啊，等一下哦。啊，我在想，之后满的，如果这一页满的话，是自动会用到下一页，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要哪天开始？啊，又有的哦！哦，好好，感谢你们。啊，这是什么剧毒喷雾？剧毒喷雾解毒剂。药物。海包包？啊，不是啊，是啦，按错了啦。只有物。哦，会泡泡。哦 ，PP 小福升级。哦，你好会捡，你好棒哦。我也是好常按到这个，好烦哦。换一个。换这个好了啦。他血量下面不就有血了吗？写什么？哦，弄基地，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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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完了，我也开始哈记了。记得大家不要常熬夜哦，会容易记忆力不好。道具名字有了，有看到了，有看到哦，血量下面会写哦。
哦，这边好白哦，好开心。然后嘞，打开包包，不是，打开包包，然后会装道具。嗯？怎么用？哦，这样子哦，就是按一下就好了哎、嗯。这样这个就是闪光嘛，对不对？哦，我少了好多闪光哦，好难过、哦。还要格斗系的干嘛？嘿、hey. ，我先看看效果吗？什么意思？能干嘛？效果是什么？怎么看效果啊？哦、这样，这样吗？对。你说什么看效果？哦，十项效果，摆啊，也要先摆啊！我的天啊！放同属比较遇到同属，同属这个我知道啦，只是那放闪光的话，比较遇到色尾吗？活活活活！糟了，好丑！火猴真的挖得出来吗？你是说色尾的火猴吗？我不知道哎、欸。好了，我没火的了。啊，我要水的啦！我想要玉。我没有水的吗？一只。哦，两只、欸，这更大呢，小幅提升，好，飞行系蛮多可以放的。然后嘞，就是那，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地图里面遇到飞行系比较高，是不是？就算在火的里面也会遇到飞行系吗？这样子吗？哎呦，白痴啊！读书拜拜拜拜，妹妹加油。你要好好念书哦，不要跟我一样哦。你可以把鱼用在右下角数字三的三。没有懒的啦，我懒，我现在很懒。稍微用，现在就是要先挖，快点，大伙们，我们再来踩地鼠。我要弥补刚刚没有，我刚刚东西不见的难痛。大伙们，来八七八七挖。
阿亮，节操找你。有没有那个嘎嘎？这就是挖矿。虽然这很像在敲矿、敲化石啊，可是我们就是直接讲挖矿。它就是有大锤子，面积比较大，但是就是上面的裂痕会比较快。那小的是小幅度，裂痕比较小。Ginga， 地下洞窟怎么换图？它不是要先去地表换吗？我们先去，我先不来这边啦、啊、我回那个好了，回到地面上。就是它会在那个，我现在在左下角，所以是住进室，所以是在左下角，所以。我要回来这边，所以我只要回到这边就好了、啊。家园不是，它其实地下就是整个城镇呢、啊，所以如果要跟我一样的话，你就是要回到刚刚那个地方，这边吧，这边就好了吧。想赶快玩，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这边还不是呢、欸。哎、欸，可是他们在这边呢、欸，好吧，我们就在这边吧。我基地要换地方弄吗？啊，有了。哦，所以我不同基地。就是要重弄是不是？请问密码87878787四个87。母的，注意啦！所以我。四个八七，哈哈，对，所以是那个，那所以我刚刚在左下的据点右上那个中间就不适用了吗？这样子吗？所以我要再重新弄一个据点，这样子。一样的，但太远你。等一下找到新的可以再加，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再挖个洞，但是像这样子雕像也不能重复使用嘛，对不对？好，五，我是繁星啊，泡繁星干啥？好，五嘞？五是哪个五？想请问一下，一粒仙金球炸弹、哦，那个是小雨，我有看。你说杰克吗？没有，就都运气啊，抓都是五倍啊，仙金球五倍嘛。不好意思，就是新的雕像可以方便加进去。那我问一下，那我这样讲一下好了。比如说我在这边挖了一个矿，那比如说我家在左边那个红红的点嘛，那如果今天到了中间
中间白色那条线的图，我开了一个新的家，那我原本的雕像会移过去，还是我就是那边是空的东西，然后雕像是可以重复使用？你应该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吧？还是我自己用的时候才知道？他没了。哎，疾风踩地鼠哦！各位踩地鼠喽！好像是收回去的哦，就是全部重摆是不是？好的。嗨，老 G， 没错，你看到了，又是挖矿的画面，哈哈。哟，不变四十回来啦！存档存档，黑色铁球，黑色存个档。踩地鼠喽，各位！然后嘎嘎。这样那个场上会只有四，就是你看一下小地图，有这个橘橘的点对不对？然后你在这边按那个类比的 R， 就可以挖了。然后当你那个橘色的点没有的话，你就是进出刚刚那个洞穴的房间，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觉得太远的话，你不想跑，你就是一样进去出来刷新。像比如说，你看我下面嘛，还是有段距离，我懒得跑，我就这样子进来，出去。然后你看这个啊，这个亮亮的点就是别人已经，这是他的洞，然后你也可以跟着挖。那如果是你开洞的话，他。你可能会帮他，就是怎么说，他挖挖他的，但是你挖你的，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的画面是，就是你的画面会有个洞。我比如说好了，就比如说现在我在开矿，对不对？但他们在挖的时候，你只会看到像有一格，像一小格一小格在这边跑。不然等一下我开个矿，你们来帮我。就比如说，好，你们过来，来来来来来，你在下载了，哇，很快呢，搞不好你的进度会追过我。就比如说，这是我开的洞，然后你看啊，我还没挖哦，先让那个进洞的人挖，是要先敲啊。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他敲的，你会看到他敲，但是别人敲的话，别人看不到我敲的，但是我看得到他们敲的。要组你的喵喵，要帮你练到几等吗？不用不用不用。哦，你要帮我练也可以啦，等级没有差啦，就是至少聚宝公司应该是算等级吧，等级越高，挖的钱越多吧。我没记错的话，是挖的钱啊，人在那边挖，一只鳞片。几等啊？等等，可以再去 DC 学习学习，可以啊，你就去问节操啊，疾风他们。哦，看等级哦，那来个四十等吧，没有啦，三四十就好了。我队伍平均等级哦，三十。现在平均三十等。冬虫夏草会不见啊，所以大概是三十、三十、三十五。
原来我三十几等的了。早上起来在练的时候，啊，会不会太麻烦你啊？其实没关系啦。它有分次数吗？没有，就是你上面，你等一下看一下，现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裂痕开在裂了？那它就只分这个，你裂痕裂到右那个左边，它就是会结束。所以这就是我当时想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挖矿好好玩哦。然后这个是石板，这个看到优先敲这个，因为它就是刚刚那个不是石板啊，雕像。刚刚你看到的雕像就是挖它来的。然后你看，这就是全部挖完。再挖下去不用过一周目了，让我再挖一下。我刚刚没存到档，我的那些雕像都不见了。对，三十个了，加油各位踩地鼠。然后你有看到小地图下面有个进度条，那个就是地图上会有地鼠跟三地鼠，那你遇到的话去踩它，踩它然后会有个 bonus 时间。你在这时间挖到的这个雕像品质会是很好的，所以我刚刚挖完之后，我的档没存到，我很难过。你看，然后这个是格斗属性的雕像，哎，开始了，有没有？哔哔，然后就是说狂摁，我到了这里。看，这个盒子的色泽就不一样啊，就不太一样。哎呀，好了，满足满足满足。哎、欸，我挖到吗？白痴哦、喔，我是没挖到。我没挖到，白痴啊！失去。废屁呀、啊！看，在开心啊？没有啦。想说奇怪，不对啊！啊，怎么好像没有那个声音？然后这时候就会赶快出去，这样子，不要浪费时间了。要注意，不是我挖了那么久，就只有这一次漏掉了嘛。在挖石像啊，对，因为稍早碰到 bug。我的石像不见了，哎、欸，它总是美丽的。好啦，蛮美的啦。存个档，今天有高校啦，所以要么就是我直播到高校，要么就是我等一下休息。宝石不要吗？现在优先度是石头大于宝，那个石像大于宝石。
我是这么觉得啦，我不知道有没有是说宝石也要，我觉得宝石平时就有啊，那个，那这个石像就是有 bonus 时间才有的。小雪开始玩了吗？对啊，箱子比较重要啊。比起哪个拿来玩 ，General 就可以了啊。General。晚上直播开始玩钻石，加油！一起来当矿工。耶、yeah, ！结束刚好，谢谢谢谢。下午工商直播东西，最近要包干在主播，辛苦了辛苦了，你们都很辛苦。现在竞争太强烈了，辛苦了辛苦了。好了，然后这时候赶快先存档，太伤了，太恐怖了。好了。感谢感谢你们，那之后就是我在想要8787好还是8888777这样好，因为还是我们去八个九啊，找一个就是数字比较好挑的，因为8787不太好按。我跟你讲，这0919这个位置太远了。你看、哦，光是那个一跟九，一在零，位置太远了。不是哎、欸，你要知道 ，Switch 上面点，我今天实况的话是你们用手抽就好了。哎、欸，对，好像也没差哦。啊，我只能用那个类比按来按去啊。那只好转一圈了，东西。没差，反正不是我们按，就是不是你们按，是我按啊。你是哭得很开心的阿杯。好啦，我去打第四道馆了。哎、欸，再来下一个道馆，跟着插旗走是不是？哎、欸，那个地鼠3536叫我，我先回去咯，加油你们各位。你各位加油！回到大洞，不是，回到地面。哎呦！我看一下哦、欸。不过玩这个之后，光遇真的更没有时间跑了、欸。原本前阵子还。勉强有拉到时间出来，可以跟我的司机跑。我现在是好难跑，好可恶。今天会高效吗？今天要接到高效吗？我觉得打完这个道馆吧。白痴哦，我想太美了吧。那我要怎么过去啊？家园。
不然你们努力一点嘛，等到下一个地鼠打完，我们就走。哎，再来要怎么走啊？不是这里啊，等一下哦。这里，这里吧。现在多了挂机位置，可以叫你哪里可以挂，哪里可以挂。你要不要上线带我？你要不要上线带我？那等我一下，我去看一下那个挂机，光遇的挂机位置。然后现在在气那个鸭子座。哪里呀、啊？我是知道有挂机位置，可是我这两天没有去研究，虽然都在玩的时候。那他挂机还要带那个吗？还要带乐器吗？是不是在睡觉，头上有睡觉符号的时候就会没有火来给你？维尼，你来带我，还是你在挂机了？我去找你。哦，维尼没上线啊。滴滴拿不到，等我开好，感谢你。那我先好，我们现在碰上，往下走。我补血吧，没有。下班了，回家跟直播，好诶、欸。壁画有。叫我背后有什么？下一个是幽灵道馆是不是？啊哭啊！哦，直接交付哦，好，懂了，感谢。效果不好，效果不好。第四是谁？第五是幽灵。哦，地鼠34了，靠，我来了。
二十五，慢一点。卡板呢啦，等一下啦，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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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白痴！哎、欸，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收手，收手，你们等一下，你们停手，你们停手。哦，是这里哦，可是我完全没看在哪里耶。哎、欸，为什么不一样？等一下哦，哦，有了有了有了。感谢维尼。哦、你们找好快哦！谢谢维尼，谢谢维尼。十点后枪火，好，我等下回他。乖乖。今晚十点后继续枪火重生。地鼠加倍大概几分钟啊？我感觉是两分钟哎、欸，没有注意哎、欸。有，我找到枪手在乱敲啦。有赶时间哦，僵子很重要、哦。哎、欸、靠，酷，我这边没人，我这边没有点，太远了，居然。亏啊亏。哎呦，这个赞，这个赞，这个赞！我知道啊，有色为绿啊。现在存档真的好快哦，哪像以前存超久。
耶、yeah! ！谢谢你们，谢谢。感谢各位的努力，谢谢大家，你们最棒了，你们，回家。好，先去把刚拿的果实种一种。我先回家阿旺哦。哎呀，阿旺。好，因为等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开轻松高效，因为还是分开比较好啦，因为我这样子剪片比较好剪。我今天其实差点有点开台倦怠，我想说开台啊，可是不开台。开台自己玩又觉得好没劲儿啊，没有跟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感觉。你喵喵要拿了吗？哦，可以啊，来啊，来啊，来啊。可是我没有东西跟你换诶，我有吗？我看一下、喔。还是你要我孵到我还没孵出来的卷卷呢？啊，我有一只这个可以给你。变都可以，好啊。我是捡特工啊，青菜啊，反正会再遇到的。请问秘密基地怎么挖？秘密基地就是你下地洞回去之后，再跟老头问一次话，他就会。我去哪里了？下等下等下等下，他会给你工具，然后你去工具再，你再对墙壁点一下 A， 下啦，点了什么啦？阿亮密码多少？你是多少？八七八七还是八八八八七七？八八八八七七。对，四八四七，你是个八七。秘密基地可以搬家，只是钻头会消耗。啊，消耗怎么办？再去买吗？
等我遇到一只什么减攻击加特防再练它。减攻击加特攻。要再去换地底人可以换。好好好、哦。那、啊、他那个换的点是这固定的吗？耶、yeah, ！感谢阿亮，谢谢你。耶、yeah, ！我当时空旅人了，宝可梦。我们再当一般大师，移动。会动的我就移到隔壁好了。哦，还有什么大舌头？这个要金属膜，嗯，然后是，抱歉了，你真的实在，如果你是伟力的话，我还会比较喜欢。哦，是吗？哦，真的假的？哦，这是什么尖？哦，所以我这只其实还是可以练，因为我主要是它的。哎，喂，麦，我想问一下，那个甜甜香气真的有办法？这一把有办法引怪吗？青祖魔抓到青铜镜身上可能有。啊，这一把有小偷不是？这把有小偷吗？有的话。去敲他就好了、啊。一起过。黄芒果。立木果。不过樱花人的学校大部分都特工，对啊，就是因为都特工啊。算了，我晚点再去预知，去草系里面再预知好了。好啦，我们他怎么没看到我？地鼠二九，志远你太强了吧！我还在路上哎。不然开到六点好了啦。甜甜香气可以吸引野怪，我们带喵喵聚宝供一下。忘记了，我很抱歉。我刚刚就是要调，然后要拿喵喵出来，拿到忘记了。33。36的时候等一下，请看台，抱歉，你们等我一下。不会开到七点啊，不会啦，因为想要大便。不要跟我讲说可以开始大便之类的，不要那么恶心。我高校再去大便。
甜甜香气用了会遇怪，吃饭了再见，我会看啊。就到开台挖矿，天哪，我一定是最没在打主线的人其中一个人。然后说，主线到哪里了？哦，已经打完神兽，是不是？啊，你嘞？第三道关。这跟之前玩那个啊《魔物猎人世界》一样啊。他在打龙，我真的都跑去抓宠物。我是进错洞了吗？我刚进对吧？8787吧？哦，有。等一下再等这个结束再问吧。那个有人发问说，化石去哪复活啊？你讲话好台，这好台。鸟，我是不是抢到人家的点？抱歉，我刚以为你不要。乱玩什么乱玩？我就是想要石像而已啊，我想要箱子而已，管我。
我安安。哎、欸，怎么都是龙系的啊？我这几颗都龙系耶，这个冰的冰衣布吧。好了，那个地鼠你们玩吧，我先去主线。你挖到喷火龙，哇，好棒哦！好啦，感谢，再次感谢，我先回去了，回到地面上。没关系，等一下有的话还是提醒我啦。啊，如果要不要去再跟你们说，那你们继续挖啦。挖矿顺利，我继续主线，至少先到那个城市啊，积个点。对，感谢感谢哦。不行，我先把它拿出来。复活化石在黑金市宝可梦中心上面那里。好，我稍微记一下。然后嘞，冲啊，喵喵，去吧，喵喵，我们去赚钱啊，喵喵。然后说，奇怪，核心主线过了、哦，喵喵喵，不，我靠 bug。哦，刚刚没带，另外原因是因为我怕说这边又是幽灵系，啊、有球欸，有球雷姆欸，特强，特防什么？这种东西没有。糟了，好多东西可以走。糟了，那边怎么会有洞？糟了，这边怎么需要碎石？哦，这只有二系招哦，什么咬碎吗？靠腰啊，好像很硬哎、欸。我记得是不是先？打不赢，可不？我等级太高，不听话哦，靠腰啊！我很抱歉，我忘记。红镜怪，你战斗？不是，乌龟四十一等，龟四十一等。那个我道馆打的不够多，所以你换过来的时候我没办法用，对吧、啊？道馆还没打。我、哦，那看来赚钱计划只好等下个道馆打完喽，各位，让大家看的笑话，我很不好意思啊。你在挖矿啊？我挖给你看，我就挖给你看。我去挖，挖矿还比较快乐。
这样子。你笑很爽，哇，关你屁事哦，关你屁事哦，关你屁事。乖乖打主线以后再挖矿不好吗？那就是诱惑，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经不起诱惑的人，有可爱的，有漂亮的，有好的东西就会想去沾一口，沾一口这样子。哇，看来。看来是要把你关起来，好，然后喵喵啊喵喵，嗯，要跟谁换？海西，好，海开，来了，安安。欸，那这样沙奈朵照理说也会不听话啊。能孵蛋了吗？孵养成就会进化了，可以孵啊。没有，没关系啦，打个道馆就结束了。你看，我要取名叫阿长。有，他那时候是说交易来的啊，所以如果从小养的话应该还 OK 啊。你是很想睡觉哦，啊，你怎么上头果实？阿长觉得这颗球不好，没有，阿长只是想睡觉。阿长来睡觉咯。阿长睡觉咯，欸，哭哦，阿长来该进来咯，哦，这个声音是不喜欢的声音，哎呦呀，阿长四颗球了，800块了，你该进来了，快1000块了，爱啦，只是还不够晚呢，晚上才会更爱，有没有？进化了，我就把你丢进去了，你知道吗？波段线。